是因为刚才那个女人吧？你会这么难过的原因？只要她在我身边，我没有什么好害怕的。她到底整晚待在哪里，连电话也不接啊？你就要这样乱来吗？他们两个会不会已经找房子同居了？你给我闭嘴！你能为高若抛弃家人吗？如果这么做能让你稍微消气的话，这里是中路警察局，崔太平先生，今天凌晨还真是爱得死去活来啊！无论任何人都不能随意拿世俗的标准来衡量高若小姐。我真的很讨厌伯母。周一至周五晚间六点，中天娱乐台《前世的冤家》。